记得第一次走在这条路上的我，牵着爸爸的手，肩上的琴很重。长大了，这条路开始只有我自己。我走了好久，在路口遇见了另一个我，但是他却在问我，还要再继续向前吗？我犹豫了。我不想我的人生只有大提琴。转角会遇见什么？老师，我想走自己的路，试试不一样的人生。但这条路很辛苦的，我建议你要好好考虑。Office DVC 2场3加24。尝试与失败，面对与逃避，可是重要吗？我只知道，我不要面对同样的掌声。娜娜，加油！导演，快再来一次。Office DVC 2场3加24。Yes。娜娜，你的那个什么？在青春的路口，我会在暑假回来。我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？选择，让一切重新被定义，对抗未知。向前走，只要你想。我不止于我 ，My way, my sick。